元朗市中心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就梗是大马路两边了，银行、金铺、化妆品、时装连锁店等等全部集中在这里，而由大马路穿过同乐街，路经细就就可以去到朗平西铁站。今次介绍的铺位在正开心广场对面，位于同乐街的兴隆中心地下20号铺，是商场正门入口的单边铺，面积大约222尺，名副其实是珍珠铺王，两边单边门面超阔。这里对正大桥街市，本地消费者和水货客每日络绎不绝，人车争路。铺位原租客是银行铁约，现在罕有重新放盘，适合电信手机、金色精品、找换店、医务诊所、心容药业等等各行各业，租金可以，有兴趣的客户千万不要错过。